我想说我一讲出来你们就说、哦、这是一个凶兆，你们就讲恶兆嘛。哦，所以我刚住嘴了、哦、不行，不会啦，就是那个兆嘛，这是凶兆，这是一个凶兆，凶兆，凶兆。我 Q 啊，我 Q。为什么这个要分开放？嗯哼哼，为什么？别不要挖，不要挖，太多了啊！你不是还是捞圈进去啊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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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还以为你还是捞圈进去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这边是建筑啊，这边是建筑。哦，好，我四个，对，这边是建筑。嗯，这里好漂亮。二三，噔噔噔噔噔噔。我们一起打电梯。啊？这里吗？哦，什么东西？你在干嘛？盖你的家。铲除，铲除，铲。这个我不行。我帮你盖泥土屋、欸。不要，走来，走来。我的家要长这样。所以那是家嘛？对。不是，这不是家，这是公社。对，你已经说对了。没有没有，这是公社，这是公社。哎、欸、，Moco 反，我看到 Moco 反击了。啊？他说少了点什么？哦，对，真的假的？啊，但他不是要一次飙很多人的？对啊，对，他一次飙很多人，好累啊。他飙了八个人去了。累死。太多了。哇、哦，这是人民公社，是圣坛。对，没错。你们讲的太好了，哦，啊哈，圣坛哈什么？这个是心灵慰藉的地方。圣坛。哎，万永博，哦，有了有了。慢慢盖。所以圣坛是拿干嘛的啊？啊，就是心灵慰藉的地方啊。啊。那喉咙痒可以吐痰吗？不行啊，严禁吐痰。可以放另外一种啊，你要把它吸住吗？我吐圣坛都可以，不行，对啊，我没有那个方块啊。啊，我跟你讲，我去找，那个、我去找着、啊、那个你们去找，找完我可以盖。对，嗯，那个只要踩下就出不来了哦。等一下我就要搞。你说你那天可怜的海豚吗？搁浅下去，它不是搁浅，哦，整个被吸住了。不是碰到岩到岩浆块吗？对，被吸住，他下去就上不来喽。跳客厅，电梯向下，然后就一路向下，电梯下楼，电梯上楼，直达十八楼。为什么是十八楼？因为你是往下十八楼啊。哦，哦，哦。哦，盖房风格的。哦，哦，哦，一些哦哦哦哦哦什么啦？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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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断了，他断了，什么断了？粘起来就好了。了哎呦呀，钓竿断了。哦，刚从讲清楚的书哎，太会了吧？哎，滚掉了。对啊，我们就来。其实我现在已经洗到幸运三了，我只要三十等就好了。哦，有了。噔噔噔噔噔噔噔。哎，这怎样？我一进门，两只羊看着我，然后踩着压力板说嗨。嗨。那欢迎你啊。欢迎你啊！啊，进去进去！欢迎，欢迎，我们欢迎！嘿嘿，啪啪啪，啪啪啪，啪啪，这个摔东西啊！啪啪啪，我不高兴了，不高兴，不高兴了，不高兴了！我想要说啊，不喜欢啪啪啪讲吗？来了，不高兴要说一下。哇，我觉得这个盖还不错哎！哇，决定，反正我的台在 GIF。什么公厕？我按错了，甚还被你讲公厕。公厕，哦，有公共厕所了，好棒哦，好棒哦！哇塞！
真棒！公有厕所。哇塞！真的想怎么办？没有地方上厕所呢。不愧是里长。不是。哇，收肥水 是？所长是吧？哎、欸。想肥水喽？原来是肥水。你有这种兴趣、啊？哎、欸，我现在没有方块上去，谁来救我？哪里？哪里？哎、欸，地道旁边一个直通的路，丢个木头下来给我就好。地道哪个地道 ？What the？ 原本附魔台旁边有个地道，往下的。哦、oh, ，我知道。哎、欸，旁边有个直的坑，帮我扔个木材下来。Oh, 我来了。直直的吗？对。原本有快到了，有一个人，他快到了，附近而已，绕一下。在路口附近。好啦，的确是越来越像。没看到，没看到。哎、欸，负八六，然后二二零。不是啊，这是一个山洞。负八六二二零。负八六二二零。负八六。其实我已经录了。你，我以为你说你已经看到了，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，是这里哦。很新，靠，才一个、哦有！有，还有，为什么要这么生气？人好，人好，我可以给你的。感谢靠这个，刷一把铲子。噔噔噔噔噔噔。在想怎么修它？哦呦，脚软，修正嘞，要再绕一圈。卡把，卡嫩。卡诺卡巴变阿班嘞，卡诺卡巴是变阿诺造啊，这样会生怪？哎，这会生怪吗？卡诺是变阿造啦。允允你在干嘛？啊，我在帮你改造。你在改造什么？我靠，你在下面乱乌龙掉。哎，有人按好快哦，我的右边怎么了？我帮你做一个防怪机制哎，真的哈、哦。啊，去，怪物下去就上不来了啊。好，哎、欸，你压到了大哥。然后怪物下去，他就上不来啦。哇！所以我要跟你说，允月，谢谢。我怎么没有感？我没有被感谢到的感。我怎么完全没有被感谢到的样子啊？这有一种被嘲讽的感觉。真的？谢谢你。我觉得你要去测试一下这个陷阱实不实用。不行，我还在盖东西。那你盖完，你就可以去测试。盖完不行啊！你去好了，小雨，我觉得你很棒。不行，我在钓鱼，我在帮大家钓附魔的东西。You are so good. Yeah. I am very very good. Yeah, you are very very good. So. 为什么会冒泡泡啊？要刚你踩下去就知道啦。哎、欸，白痴哦！你上不来了，有人下去了，有人下去了，太棒了！不行啊，我就跟你讲，这是防怪机制哦，自己跳下去、啊，不小心弄到自己人了，对，我弄到自己人、欸、是不小心吗？他自己说为什么放泡泡，直接自己跳下去了，可恶！喂，哎，善用时间，播广告吗？是广告啊！对啊，好久没播广告了。播广告，播广告，好久没播广告了，播一下。在里面放附魔台就变妙了，可是我们现在只有一个附魔台，很可惜不能放，好可惜啊！有多的那个啊，有多的钻石啊，材料啊，有吗？做有啊，钻石也有啊，哦，都有啊，都有。只是钻石现在比较少而已。嗯。啊，小江安安，为什么小江会烧起来啊？小江不是不会烧，小江不是不会烧，他是碰到什么东西吗、嗯？不知道，现在好像会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他不会烧。确定？肯定？不确定？不确定？我印象中他是不会烧。来，有请神奇观众解答。神奇观众，不要，他不是公厕啦，那不是。欸，公厕很好赚欸，没小看公厕、欸。你在门口站着、欸。公厕你就每一个去上厕所收20块，你就赚翻了。真的。对呀、啊。可是他明明长得就不像。
不收钱，你放个那个卫生纸贩卖机，或者是什么什么其他的其他东西的贩卖机。对啊，或在旁边放个夹娃娃机。哦，我觉得夹娃娃机很赚一点，我觉得很赚，夹娃娃机很赚。没有啊，你在等人的时候。厕所放。没有在等人的时候啊，好无聊、哦。有在夹什么啦？我跟你讲，夹卫生纸啊。在公厕里面，对啊，就是在公厕里面不要放卫生纸，你要有卫生的请去夹娃娃机夹。然后那个急需的时候把夹把你夹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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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都赚五十块，一包五十块卫生纸。对啊，好赚呢，好赚呢，对啊，超赚的。上厕所免费，只要抽卫生纸要收钱就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然后卫生纸旁边在要旁边夹用夹娃娃机夹，在旁边放饮料贩卖机。结果发现包夹之后，那个卫生纸抽完了，只剩一张。啊，没有，里面还要故意放那种一包，然后看不出来，然后一拆开看是一张、两张、五张、十张这样。那个纸盒坏吧？纸盒的有没有？太坑了吧！那还有明细，我故意打开之后里面只有一张纸写说。对对对对。然后纸盒那张纸还擦屁股啊！如果你真的要用，你可以用这张纸啦。对。纸盒坏的。哎、欸，我真的用纸擦过，很痛哎、欸。干嘛用纸擦啦？没卫生纸啊！不就在户外啊？啊就、对，就你知道没有，就试试看嘛。我跟你讲，我是小时候，然后跟家里出去旅游，然后呢突然间想上厕所，然后但是那边又完全没卫生纸，然后我妈身上也没有，然后我妈就拿给我那个树叶卫生棉，女生常用的卫生棉。哦，天哪！那、啊、触感如何？很软吧？我觉得超神奇，我无法形容。很奇怪，它只是它就像拿布在擦吧？对，因为它是布啊。感觉好厚哦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就用为就是就唯一那一次，我就觉得哇天哪，好恐怖，好用啊、哦，不知道。我以为你说好好用，回不去了。以后以后都上厕所都用那个擦的，成本也太高了嘛。你买一包卫生棉都可以 买多少包卫生纸、欸？可是我在想啊，树叶真的是可以擦的吗？要挑，你要找要看要找专用的。你有听过那个树叶有专用吗？对，树叶有专攻啦。专攻。OK， 讲一下，天光，讲秀一下。嗯，我话很少，我话出来就很恐怖。我跟你讲。哦，团团，我烤的好多马铃薯啊！这标题是什么？团团用过卫生棉，做大片，做大片标题，不错不错，这个很棒，很会哦，很会哦，你也笑太爽了吧？你真的很好笑、啊，接下来到底是多喜欢这个话题啊？哎、欸，我刚，不是，我觉得早早用过就。你干嘛、啊？愉悦笑太爽了吧？只是针对团团呢？对啊，就是针对我而已啊！我觉得有点难过，笑好开心。哎呦！而且我们这标题骗人啊！的确，团团用过，只是用到不像，只是奶茶屁股而已，不用压力。哦，负八六，是手动标。哎呦，要羞愧哦！这个锤子不好烦哦、啊，怎么受伤了？摔倒了，对对啊！啊啊我觉得这锤子棒很棒啊！原来手机不能掉到三十帧。我该哭，我擦鼻涕。啊啦啦啦！我想说，我上去没有带上去时。对，来监控来看你们的状况啊、哦我！我那天回家，然后我爸跟我说，因为我的那个装网络的来啊，然后就帮我弄线，然后结果我家的猫把我的就是化妆的刷子叼去玩呢、欸。哈，他也想化妆？不是，我爸说他可能以为那个是老鼠的毛。老鼠的确是蛮像的啦。他就是以为那是一只老鼠，然后就叼着我的刷子到处玩，超扯的、欸。哎呦，那僵尸怎么长这样？没有，他没有。小雨的刚
是不是没卡好？对，因为移到了。哎，允月，你这个陷阱有跟没有一样啊？啊，那我帮你，我帮你加宽。他被打一下，他被打一下就浮起来了。你把他打上来了，当然啦、啊。我没有打他，他自己浮了。哇、哦，这打雷声好恐怖哦！打雷超大声的，这雷，这雷有点厉害。哇哦，哇哦，好真实哦。这雷很疼哦。可恶，我在地底下听不到。我也在地底下，可是我听得到哎。这雷超大声的，真的。我想说是什么？谁的麦之类的？这麦爆了，麦爆炸啊！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你回去听看啊。